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老爹哦，好久没有玩我们的神中一郎了。那么我们来打两场的神中一郎，只要进一球就无法停止。可邦，没问题。哇，神中被对面选了，靠腰。我绝不认输，我们绝对不能输。好，那我们就玩池上亮二好了。我们让这个神中一郎哦，阿神给你。好，没问题。我是池上亮文，老爹本来这一场要示范这个神中一郎哦，对面抢走了没关系哦。示范不了神中一郎，我们就来示范怎么压制神中一郎。好，来，喜欢抢我角色是吧？抢我角色是吧？我就让你哭出来啊！该死了！好来，零比二，我要让这个神中一郎零作用啊！好，零比四。我是那么容易拦截的吗？我的目标就是盯紧这个。好，空位两分球，二比四，完全没问题。我要死守这个神中一郎哦。好，二比六。一直被这个工程得分啊。好，四比六。严重干扰。小智长投篮进了，六比六，完全没问题。好，多传球。我是篮板王樱木花道。哈哈，他完全不能投，他完全不能投三分啊！你投啊！你怎么不投啊？神奈川首席后卫，是大陆啊！好，八比八，完全没问题。这个神中要得零分啊！好，八比十，完美守住这个神中，这样也不错啊。你不走着瞧。好，十比十。干得好，干得好！进我的，直接抢走了，直接抢走了。哈哈哈！你在秀啊你啊！靠腰，靠腰！哎呀呀，你太勉强了！不可能！干得好，干得好！哎呀！哎呀呀，来不及呀、啊，靠腰啊！没问题。
题，十二比十三很有机会。你别跟他得分了，申中啊！十二比十五。十四比十五，还有机会。我早就等不及了。干得好，玉柱，干得好，干得好，干得好。好，空位，哎，怎么不是空位啊？靠腰。好加在我们余柱很给力哦！再进一球，没问题。小智障上篮，十六比十五，完全没问题啊！对面神中被我们压制到不行啊！其实神中根本没办法得分哦，因为我也可以这个位移去抢。去那个防守他、哦，他真的很难得分哦。还有十八比十七，投啊你啊，怎么不投啊？投啊，快点投啊！你怎么不投啊？神中力量是吧？没问题，二十一比十九，老爹还有大，我还有大，我要抢他的球啊！尽我自己的，靠腰没抢到，干得好，干得好！我是天才，打垮他人！我靠，你个董定董啊！称霸全国！我们这队友超强的。二十一比十九，完全没问题。我这个分数应该很低呀、啊。超杰王，真的很低呀、啊。好，我们再来一场。我这一把一定要玩到神中啊！只要进一球，就无法停止。可帮，让我帮一下，不然对面选池上怎么办啊？让我帮一下，糟了个高啊，他不给我帮啊！你看呐、啊，曹琦就出来了，我就跟你们说可帮了，什么叫做灌到你怀疑人生啊？我要被守到怀疑人生啊！以后人家说可帮，表示说他想要最后选啊，不要让三分射手先选啊，那就是悲剧啦。好嘞，我们有角田哦，不知道他是不是很会这个挡拆哦，试试看哦。如果他很会挡拆的话，老爹就还有一点机会哦。好来，好，这再没进。盖条，盖条！这场球好，零比二，我的啦！没问题，空位三分球，三比二，干得好啊！我们的角田挡得好，挡得好，曹琦是吧？靠腰，我没守到。
好，三比四。被守到了，不过没问题啊，我是蛮潜能的，身中一稳啊，你怎么守我？谁盖的火锅？谁盖的火锅？大声告诉我！好球！赵哥高，我走错边了，我应该走左边呐。好，我的错，我的错，我刚刚应该走左边了。没问题，直接顶着干扰投篮，三分，三个三分啊！这个潮起的公式，这潮起的公式太假了，我都守得住啊！哎呀呀！还要再干一个火锅，干好，干好，干好！天狗夹霸，我是篮板王樱木花道。好，九比八。没问题。哎呀，受干扰没有进。好，我也不能够输给他们。干得好啊，这个角田可以啊，这个角田呢转来转去就进了。哎，还有11-4。严重干扰没有进，好球！糟了个高，糟了个高，被反敲了，11-12，靠腰。哎呀呀！哎，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你们一直跳什么？我是天才，这场球赛砸了个高啊，已经落后三分了。又是严重干扰，他明明就跌倒了。我早就等不及了，我早就等不及了，直接追平。14-14。好，14-16。没问题，16-16，还有机会。他们两个一直用这一招就无敌了。靠腰，靠腰，还我球啊！不要放弃呀！干得好，干得好！还有10秒钟，还有10秒钟，得两分就好了，得两分就好了。我就说不要放弃吧，永远都有机会啊！好，没问题，延长赛，靠我啦，各位观众，靠我啦！平局呀，可以赢，真的可以赢。
永远不要放弃希望。好，18-20。我也不能输给他们。好，没问题。20-20，已经追平了。被草体防守真的很烦哎。为什么给这个樱木灌篮5次啊？我也搞不太懂啊。好，没问题，23-22。老爹已经累计5颗3分了，命中现在很高了。对嘛，怎么一直灌啊？糟了个高，还有11秒，我怕他有大，我怕他有大。一定要进，不要进，不中了。哈哈哈哈，你在秀啊你啊，超奇你在秀啊你啊，赢得莫名其妙啊，有没有看到啊？幸运之神永远都站在老爹这边的、啊。随便打打也赢啊，我也是醉了 ，MVP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打比赛哦，还是要很多运气的、哦。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